被骗来。刚刚表演完之后，儿子问我说：“有没有很有成就感啊？”就是那种感觉。完表演完了以后就觉得开心了，就是松一口气。跟小朋友弹琴真的很开心，然后我觉得我下次好像可以挑战更高难度的乐器。谢谢老师帮我圆梦，我其实也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，我有一点风淡的感觉。跟女儿一起上台，我觉得哇，真的是超浪漫的。以前我都没有机会上台，那自己上了台之后才发现，其实感觉都很努力。我是第一次学钢琴，然后呢，谢谢跟李培妈妈一起练琴，然后完成妈妈小时候的梦想。真的很珍惜这次机会，很珍惜。